睇下俾一個少少提示大家先。我啱啱講咧，金星逆行嘅。係啊。嗱呢段時候咧，嗱金星逆行咧就一路去到一月廿九號，非常之成個一月啦。唔該大家而家呢個時段咧，由你聽到而家呢一刻開始，唔好去剪頭髮啦。唔係，你可以去剪頭髮，但你唔好換髮型。係啦，你去唔好亂分界。係啦，你可以。唔係，你亂嘅髮，你可以剪頭髮當然係。但係你去維持翻你本身最中意嗰個 hairstyle 啦。OK。係啦，頭髮啦，同埋鞋啦。OK， 又唔好去。係咩？你要係本身個鞋穿窿，你咪買雙鞋啦，或者你個人字拖就冇問題啦。但係咧，總之呢個時候，你喺呢啲地方做一啲大轉換咧，都會後悔嘅，容易。OK。仲有就係如果你有啲身上嘅 color tone 嘅東西，你係想去轉啦，例如你想染髮啦，染個新嘅顏色啦，或者係整體身體有啲新衫嘅唔同嘅顏色啦，即係如果你着開黑白鞋，你無端端著新色係咧，其實咧你喺個金星逆行嘅期間咧，你會有呢條人去做呢啲咁樣嘅嘢，想改或者指甲油啦 ，OK。但係咧係啦，但係你去到二月咧，你會好後悔㗎。我好後悔，後悔會出現咩？即係譬如我真係冇多謝養水多。大家應該仲記得年頭我想怪談節目名稱是2022占星預言啊，咁咧就提大家剛才片段見到嘅事情啦，咁啊亦都咧提大家戴戒指係咪好有印象呢？咁當然啦，更加早嘅話咧，喺我自己 channel 嘅節目2022預言 Part 1 of 5開頭已經開門見山、開宗明義地提大家啱啱嘅事情啦，咁就算在訪談節目入邊啦，大家都應該仲記得阿 Sandy 佢已經話：哇，係佢真係嗰排好想戴戒指，無端端好似直情係買咗隻戒指添啊，無端端咁。然後咧，大家又可以望翻呢度嘅底圖啦。事後咧，我係有好多好多嘅朋友同我反映，佢哋踏入咗呢個2022超級雙魚年之後，真係有鋪戴戒指人。這些呢就可謂順應天命，順應了宇宙的能量，所以呢我真的沒有騙大家的。而最重要的呢，其實我之後有一些私下的客人去找我，我想大概四五個啦，是啦，那呢就直接幫他起卦去選哪一類的戒指，因為他們有些問我戴銀好啊，還是不知道戴不知道什麼好，是啦，跟著選完顏色啊，那還有我也都是給了戴戒指的時間他們的。其實因為有時我占星提一些很 general 的 advice 給大家，但是如果要 for 一些最好個人 的一些建議呢，要找我做 personalized 的 services 的。 OK， 那有四五個人找啦。 OK， 起碼有兩個呢我非常之印象深刻，他們事後呢有一個跟我說他即那段時候是有一些很神奇的 感應啦，包括發夢啦。 OK， 還有呢有一個呢真的幫他做了一些很趨吉避凶的事，是真的有關他戴那隻手指那裡 的。但是因為那些東西太 detailed 太過長，我不方便公開。 Anyways， 然後有關那些轉 look 啊、轉形象那些東西，我竟然在 IG 那陣子，就是一月裡面在 IG 錄到即高登討論區那些圖，就說有個網民說自己即係染咗頭啦，好柒啦，然後俾男友笑佢啦，佢喺度投訴呢啲嘢，真係正正嗰一排金星逆行嘅時候，邪到飛起啊！可惜我 IG capture 嗰陣時咧就冇時間，不過咧事後我為免大家唔信，我直情去 Google 打翻關鍵字眼，大家可以睇到呢條討論話題咧，我原來係響香港討論佢嘅，係啦，係正正即係見到啦嚇，就係、是。本年的1月13日，咁我真係相信嗰個客人去，唔係嗰個客人啦，即係嗰個網民啦，佢呢個反應即係都係嗰排嘅事啦嚇。OK， 咁咪就係正正我金星逆行提大家唔好去搞嘢嘅時候咯，即係唔好去搞形象嗰啲嘅時候咯。另外喺事後咧，亦都有海量嘅朋友同我講翻，即係無論佢哋係唔信者又好，或者佢哋太遲睇我嘅預言都好啦，佢哋真係嗰陣時轉形象咧，即係喺金星逆行嘅時候嗰陣時轉形象啦，特別係真係髮型啊、顏色啊、tone 啊、鞋啊嗰啲嘢咧，事後真係非常之懊惱，非常之後悔啊！咁大家可以去慢慢睇翻呢度嘅。准评如海啸了。另一组星象回顾是有关双鱼座带给人世间的封闭囚禁的力量。最早呢我相信是那时候
2021年嘅年中啦吓，上怪谈木星逆行的世界，讲木逆双鱼座去翻水瓶座呢个跨宫逆，咁嗰阵时咧就话啦，啊嚟紧就一路会有好多即系呢啲封闭啊，甚至嗰啲即系见到类似嗰啲隔离型啊、集中型啊、再教育型啊，会去囚禁人民呢啲嘅力量，亦都因此咧，大家会去逃避，但系同时咧，亦都会关心呢啲被囚禁人嘅福利。咁啊，然后去到秋天啦，喺我自己 channel 做嘅 live， 咁就嗰、那个渔村十月风暴嗰、那个 live， 同埋呢个十月风暴嘅续集。which 我喺翌日咧出咗一个续啊，就话哦，传说中睇到眼都突嘅双鱼 post 嗰条片，再迟啲。是在2022预言 part 2 of 5， 即是椰菜脚封面那条片，专门讲即是2022这个超级双鱼年，很多的课题，即是很多的议题啊，那个星象的能量呢，今年2022是应验到飞起，在整个神州大地那些封闭小区的事情咧係無日無之嘅，咁早啲有上海，跟住有四川成都，跟住而家甚至有貴陽，甚至就算去到香港啦，葵涌村係嘛？大家記唔記得呢幅圖啊？係啦，記唔記得呢啲嘅慘事啊？素食者話淨係得肉嘅供給啊嘛，咁當然啦，唔單止係政權會將人民監禁喺自己住嘅地方，亦都係將佢哋會推入咗一啲隔離，真係新起嘅一啲隔離嘅措施啦。咩嗰啲皇係咪咩皇后灣啊？咩係啦？好皇后山係啦，竹篙灣啊。咁甚至有啲人咧係壓力大到入邊要掟糞便去泄憤，泄憤啊，掟糞去泄憤啊！呢個真係一個非常之好嘅 workplay 係啦。咁呢啲嘅事咧，通通都係呈現響大眾嘅面前。而呢啲嘢咧嚴重到咧，外國嘅報紙都覺得哇，真係非常之神奇。外國嘅傳媒都等香港人感到擔心，咁啊，甚至衛生署直情係即係曾經出錯啦，將一個人係連續隔離兩次啊。咁呢啲出錯嘅嘢又係非常之雙魚，因為雙魚就係講呢啲混沌模糊嘅力量。好啦，咁除咗即係呢啲嘅隔離啦、封閉啦，我亦都講過咧啊。在这个超级相遇的时期呢，会大兴土木去起些什么起一些监狱是吧，类似这样的东西啦。即是他已经不是说纯粹去隔离，而是要有一些关于惩罚去幽禁你的一些设施会是兴建。那果然呢，在这个超级相遇的时期是真的中了的。我们可以看看这里的地图。而以下我要讲的呢，不单止是一个占星回顾已经应验了的预言，它亦都是一个 ongoing 的预言，只会不断地发生。咁呢啲嘅星象呢，我每次上怪谈都喺度讲，或者呢2022预言 part 3同埋 part 4 of 5嘅两条片入面呢，都不断喺度讲嘅，就係话呢啲武職军装簡而言之會變 condom， 係咪？咩叫變 condom 呢？佢哋會被人爆料啦，佢哋會被人出賣啦，佢哋會內鬥啦，鬼打鬼啦，互相喺度攻伐對方啦，或者佢哋會出事嘅。咁果然咧，今年咧係好多勁爆嘅新聞。我呢度淨係舉少少嘅例，響三月度啦，有呢、這個未成年少女同四個軍裝警員非法性交，跟住亦都有呢、這、一個即係大家望到底圖嘅呢單新聞啦。OK， 就是他们自己互相捉人了。OK， 也都有这个很搞笑的。开学当日竟然捉到个通缉犯，这个真是笑爆全城。跟住还有这个啦，哇这个真是耐人寻味啊，个男警去提供性服务给那些男人，但是之前又说去强奸他女友。咁当然啦，亦都有呢、这个大懒蛇被人放上网啦。同埋今年都好似有两单啊，是不是，即是说那些吞泡那些东西。OK， 咁當然啦，最近呢、這、一個，呢、這個係九月裏面發生嘅，係啦，呢、這個真係又係震撼全城。嗱，跟住嚟緊呢一個好好笑啊，竟然喺車裏面咬傷兩個同袍，
呢個真係笑爆嘴。仲有呢、這、一個、因為反修例事件嗰陣時，有個警員向老頂，即係警務處處長索償翻，係啦。咁啊嗱，但係最後呢個咧就比較慘嘅，發生喺台灣嘅，咁就有兩名警員啦係殉職。言猶在耳，我亦都講過好多嘅將領啊、領導人啊，包括前任嘅，而特別係中台俄呢三個地方，因為我睇翻嗰個占星地圖，嗰陣時觸及嘅一啲星象啦，嗰啲星象線啦 ，OK， 好啦，呢啲嘅人物咧會有一啲冧當啦、被革職啊，或者佢哋即係見紅啊嘅呢啲事件嘅出現嘅 ，OK， 咁喺我嗰陣時2022預言 Part 3 of 5，我嗰次係第一次講啦，咁然後我就算上怪談呢個節目咧，亦都有一再強調嘅。好，咁我哋即管。去一去片睇下我當時係點講嘅，係四月四開始啊，哦四月四開始，因為我睇係火土合嗰刻 ，OK 好啦，咁even 係前任嘅嗰啲領導人將軍嚇 ，OK 嗱會發生咩事呢小心佢哋會失權就入獄啦 ，OK 即係失去個權力地位，然後入監獄啦 ，OK 或者 simply 病咗啦死咗啦，咁如果真係病死嗰啲嘢咧，就會同一啲心血管毛病啦、中風啊或者見紅啦、流血啦嚇呢啲嘢咁去。哇！呢啲真係救回唔到喎。即管睇下現實發生乜嘢事。嗱，咁樣呢度你可以話，切打仗邊個唔死啊？咁當然俄軍會有好多嘅將領係陣亡啦。OK， 好多嘅呢啲即係呢啲軍裝會係即係原來係啦死咗啦。OK， 咁就算你話，日本當然啦，我哋知道前首相安倍晋三佢被人刺殺係咪？咁你話，嗰陣時你都冇講日本嗱，其實我要去澄清，我嗰陣時係話。全世界所有嘅呢啲前將領、前領導人都會有即係啲意外發生，咁但係只不過係特別指明中台俄呢三個地方啫。咁但係嗱，最後呢度 Gorbachev 死咗，咁呢樣嘢不容否認啦啩，係咪先？佢咪就係俄羅斯嘅前領導人咯。最後，對於各位平民百姓，我又有啲乜嘢忠告呢？除咗繼續食花生之外，有啲乜嘢嘢係會直接影響到閣下嘅生活呢？嗱，呢度聽住嘞噃，原來火星係掌管某一種元素嘅，唔係火元素喎，原來係金屬嘅元素。邊種金屬呢？係鐵嘅元素。所以大家亦都可以諗下，點解我哋會成日話火星同武職軍裝好有關係？因為你諗下，古代啲人係攞乜嘢去做武器啊？唔會用黃金啊，黃金軟啤啤噶嘛，係咪？唔會用水銀啦、啊，水銀呢啲係流質嚟噶嘛，即係如果係室温狀態之下，就係、是、用鐵啦去做一個戰爭侵略嘅行為。所以嚟緊唔該要小心一啲鋒利或者本身就係要用嚟做一啲切割啊攻擊性嘅呢啲嘅器具啦，都要非常之小心。例如小心尖嘢啦，小心刀具啦。會被呢啲嘢去刉親啊，或者如果你喺度屋企縫嘢嘅時候，小心會俾佢唔小心刉到手指啦。而最怕嘅係乜嘢呢？因為咧鐵啊，咁啊好容易生鏽啦，好容易會即係有啲細菌啦。如果刉到自己破傷風，而搞到自己截肢嘅話，就弊啦。因為我講過嚟緊我哋嘅雙手係一個危險嘅高峰期嘛，係咪？咁當然啦，仲有如果你無端端走去穿紋。即係穿嗰啲咩環嗰啲嘢，你穿嗰啲口環啊、唇環啊、脷環啊，咁你真係自己揾條命嚟靠飛啦。所以嗱，同樣道理嚟緊，其實唔單止嚟緊啊，係任何火星逆行嘅時候，我哋係非常之唔建議做手術嘅。由玄學嘅角度嚟講，咁當然啦，長情你一定要去諮詢翻。科學醫學的意見，同埋當然，如果有一啲好危急的手術，必定要做，你梗係要做啦，係咪先？但係一啲唔係必要的手術咧，建議不要在火星逆行的時間去做，甚至任何，尤其是會用到呢啲金屬器具的入侵性治療，例如針灸啦，都非常不建議做嘅。嚴重則出意外，可能支針咬咗，或者支針污糟感染生鏽破傷風，咁輕微嘅話咧，起碼呢啲嘢唔 work 咯，佢冇一個效果出到嚟咯。From 玄學嘅角度嚇，咁呢度咧係想俾大家一個非常之貼身嘅提醒，
咁所以嗱，同樣除咗冇職軍裝之外，有冇一啲職業係要成日去揸刀揸成噶，即係揸呢啲嘢噶 ？OK？首先如果你揸鐵鏟嘅話，揸鑊鏟咁尤其同埋你仲喺廚房裏邊，即係呢啲咁火紅火熱嘅地方做嘢，咁廚師亦都要小心啦，唔好去即係俾油去彈到自己對手啊！咁同埋如果你就算試菜嘅時候，唔好話一嘢就含落個口度整親自己把口啦 ，OK， 燙傷自己嘅喉嚨啦。咁但係同樣咧，我忽然之間諗到豬肉佬啊！咁尤其是即係即係 let's say 荃灣荃灣嗰個威威啊，係咪威威啊？係啦，咁嚟緊即係我捉佢亦都好運啦，或者係全天下嘅豬肉佬，或者係做屠場嘅閣下，唔好發生一啲工業嘅意外啦。係啦，咁講起工業意外，當然咧亦都會即係如果你係喺一啲 lab 入邊、一啲研究室入邊做一啲 technician 嘅，或者係做一啲係非常之即係雙手 intensive 嘅工作，特別如果要接觸到一啲鋒利嘅器具啦，咁大家都係要注意一啲意外嘅還生嘅。死四月四，啲冇啲冇職軍人開始變 condom 嘅，係咪嗱啲軍即係軍裝嘅人咯，都著制服嘅人啦，嗰啲咯 ，OK， 即係四月四會係一個即係好強嘅時候。咁但係咧下一次咧就係咧去到年尾火星嘅勤雙子座嘅時候啦 ，OK， 火星雙子嘅時候咧亦都咧會有啲咧即係冇職軍裝咧會出事，而係俾人去出賣 ，OK， 係啦，或者咧係俾人去講佢哋講佢哋好多是非啊，爆佢啲料啊，或者總之係偷佢啲資料去變現啊嗰啲嘢啦嚇，嗱即係你都係叫佢做 condom 啦嚇。係啦，總之出事啦，但係嗰、那個次兩次添，所以係啦，去到年尾嘅時候係啦，好咁啊，年尾係幾時咧？原來咧就係早於九月三號，一路去到跨年嘅一月十二號，係啦，呢、這個哇包四個月，佢真係唔知瀨曬出嚟啦，整整呢四個月咧都係火星嘅行作。嗱，你有冇諗下？嗱，我都講過四月四火土合，咁會有 condom 啦嚇。咁但係我講唔到呢個 range 幾耐，但係我當你俾四個幾月佢啦嚇 ，OK， 咁你到八月，咁然後你到九月你又再變 condom 啦，咁即係呢個係一個連接住嘅 range， 連接係緊接住嘅 range， 即係佢哋一路變 condom， 係同埋冇得俾佢斷氣，冇得俾佢斷氣，係同埋可唔可以咁樣講咧？就係其實即係講緊你話九月初嘅時候不舉啦，其實等唔等同於咧？其實即係佢哋係屬於一啲即係陽性嘅力量啦，比較即係嗰類嘅嘢咧，其實佢哋都係低落，屬於嗰個位置，係啦，咁即係由四月開始佢哋就好低落啦，可唔可以咁樣講？期待啊！我都期待呢一下，但我覺得而家走勢咧，感覺咧似啊，佢哋似，我唔係即成個氣，成個氣氛，唔係因為佢其實之前已經講過就係即係大內鬥啊嘛，大亂鬥啊嘛，即係一定係咁玩嘅遊戲，唔好玩噶嘛。咁然之後同埋咁，你一聽到咧 ，condom 係好開心㗎，係啊，係好鹹濕啊！一聽到 condom 就開心，但我見到男人本來聽到 condom 唔開心，係嘛？但係而家都聽到好開心，而家都開心。